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爷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呢？你看，这里有个老师啊，文学老师，是不是很像一个人呢？没错，很像巴尔迪老师啊。哎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啊，来到这个空旷的围栏里面，这是什么画？百合吗？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呢，就是女版的巴尔迪老师。我们进去啊，哎，这里。他很明显就是教导主任嘛，不过带了一个很滑稽的脸，笑嘻嘻的。哦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女版巴尔迪老师啊，她是文学老师，在这游戏里面的话叫巴尔迪娜。喂，她在这里。欢迎来到学校。现在我要教你文学课，跟我走，大概就这个意思啊。school 校规啊，这个完全看不懂，太模糊了。哎，这里还有全家福啊，你看巴尔迪娜，然后第二个不认识，眼镜妹，第四个不认识，然后校长，哦，巴尔迪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有一个很奇怪，带着奇怪脸的教导主任啊，他这个贴图也太感人吧，直接贴墙上的。啊、这里还有个新桃啊，这就是教室的吧。哦，他在等着我们。他穿高跟鞋，他说一大堆我不认识的。这还有一个骷髅头笔记，哎，跟巴尔迪老师不一样哦。这里不用答题吗？黄色的书。他什么都没说。哎，上课。他干嘛？哎，他赶我出去。哎，我应该要去找东西才对。等一下。哦，他好像要来抓我了。哎，我这棍子有什么用呢？我好奇。好像不知道怎么用这棍子。不要走这边。啊，这里你看，哦，眼镜妹啊，你看，哎，这里有东西，有一把钥匙，哎，这是谁啊？啊，停留五秒，跟原来，哎，这个是校长穿西装，哎，刚刚那个胖子跟原来巴尔迪老师的那个跳绳双马尾妹一样啊，停留五秒。话说这个钥匙有什么用啊？右上角这里显示八，我们要找八本这个哦，又是你，前面有一本呢、啊，你看，我们要找八张纸，这种纸啊，哎，这里进水了，哇，十五秒啊，不是吧？快，哎，七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哎，赶紧的，他过来了。这里感觉好像没什么东西。这个巴尔迪娜老师好像走得比较慢，不对，他靠近了。哎，我靠，无端端就在我后面，感觉这个教室有点复杂哦。往这边啊，这边我来过了。你看眼镜妹碰到他不知道会怎样。666666666，零，就碰到他的话就要答题，还行。哎，哇，八九十年代的老旧电脑，哎，这里过不了。等一下，女老师来了，哦，她过来了，走，往这边。又是眼镜妹啊，哇，我知道你很博学。哎，还有个扫地。扫地那个戴着面具不是杰克吗？哎，这边，往这边，啊，有个黄色的教室，哦，这里有，我还以为要停六秒，哎 ，automation， 往这边，你看啦，杰克，哎，不是，这脸不是杰克，看起来像杰克，男女厕所。
对，这里好像是死梧桐啊，不是吧？哎，别别别别，哎，死梧桐啊！等一下，哦，往这边走。哎，不，往回走。哦，还好。走啊，这个门，这个门怎么一直老卡我呢？哎，小龟，哦，这里有一本，第六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油了，我这个没体力了，怎么恢复体力啊？啊，哦，按 F 恢复体力，站着不动才能恢复体力啊！我的天，哎，别别，哎，啊，我被扫地的抓到了，啊，不行啊，他过来了吗？他过来了吗？啊！哇，现在我已经拿了三本卷轴了，然后拿了一本 A 加，还有一个棍子，不过这个道具我不知道怎么用啊。哎，他在隔壁。哎，这幅画，这幅全家福啊，到处都有。这个胖子，这个胖子跟双门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会主动过来搞你。哎，这里有一本男厕所还是女厕所都没分清楚的，他这里啊，哎，这个门是关着的，哎，这个门也是关着的，有，哎，有两个门是关着的，我天，啊，哦，还有就是有一个地方，地啊，哦，教导主任都没在我面前，怎么又被抓到了？我天，每次抓到都是在关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地方真的是，嘿，怎么是反锁的 ？Oh no！ 这个胖子我撞到吓我一跳，被胖子停下来情况下，教导主任好像经过不会让我再一次停下来。啊，这个胖子刚刚 ，Oh no！ 哎，奇怪了，这个教导主任没有，明明没有碰到我啊。怎么我又被停下来了呢？不应该啊，按道理来说，来来来来，让他过来这边，让他过来这边。Oh no， 可以往这边走。哦，啊，这个胖子哪里来的？哎，这里，哇，这里有两本呢，一本拿先，另外一本，哦，这里能拿到两本，那我现在算起来的话已经有五本了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刚刚那个谁啊？没看过的，校霸吗？嗯，等一下，他从这边过来，往这边走。哇，他这里。妨碍你行动的人太多了，这里呢？啊，又停五秒，我还差三张卷轴啊！等一下，这里面应该有东西吧？我就知道 ，Hamburger。走了吧。啊！哎，这里面肯定又有一道题，但是我不进去。刚刚已经试过进去之后呢，刚好女版巴迪老师来了。所以说还是走远一点，然后再进去那个中间那个房间嘛。哎，怎么我又停？啊，这里面又有一个卷轴吗？没有啊，我拿了吗？哎，六，十三，不，负九，六，我的天！等一下。哎呀，好烦，总会有个人出现。哎，眼睛妹很烦。这里，哎，我来过了。哎，这边，哎，我就知道 ，Hamburger。啊，三，二，一，快点！哦，他过来了。这，哎，还有。
还有三张啊，哎呀，在隔壁，等一下，这里面肯定有吧？哎，这里没有啊，居然，还差两张卷轴，到底在哪里？不要不要！啊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教导主任，我就很好奇他是怎么触发的呢？往这边走。啊！啊！我的天哪！这每次都遇到你啊！啊！我的天哪！快点，快点！来来来，啊，他来了啊！我的天哪！啊，这游戏是人玩的吗？我天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已经试了一整天了，都没通关。这游戏真的是太难了。比巴迪老师难太多了，他这个速度啊，而且他这个要抓你人实在太多了。你看眼镜妹答题光头佬五秒，然后教导主任十五秒，恶霸七秒，扫地阿别十五秒，我的天哪，还有这个巴迪娜速度太快了。好吧，那么我们本期的这个巴迪娜女版巴迪老师就先到这里啊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收藏关注一波啊，拜拜。